朱上山，那个有一些观念还是要澄清一下，譬如说我们说五方佛有不同的颜色，其实那个只是一个表征啊，包括我们说蓝色，什么叫蓝色？红色，什么叫红色？所以那个是一个假名，但是我们印象里面还是有那个颜色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每一个对颜色的掌握都不一样。你的蓝跟我的蓝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说一切都是你的八识田，八识的种子起现行？我们看到的，我们解读的是我们的认知过程里面形成的架构，每一个都看到客观的东西，但是每一个解读都不一样。他都认为他看到了，但是他看到跟你看到不一样，虽然同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要着想，这个就是不着想，就不着想。那用各种东西去象征，象征意思就象征，也不是实相。那这只要就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安住的对象，心能够静下来。因为这都是我们意所生嘛。我们心里面观想阿弥陀佛，你观的一定跟我观的不一样。不管你观的跟我一样不一样，我观的是我的，你观的是你的，所以我能够观起阿弥陀佛，就代表我可以观起阿弥陀佛。至于我的阿弥陀佛什么样子，当然仪轨里面规定的是一个代表性的，但每一个观起来都不一样。我们最主要是知道，都在训练我们的止跟观。为了要观想东西，你心会很集中。那在观的时候，你心会去有序的造作，包括我们说观阿弥陀佛，那你可以分开来观，啊，不可能一观就整个出来。如果整个出来也是总相，总相就不是那么清楚的，大致上有一个样子。但是你如果细微的，那一定是一部分一部分观，慢慢的观。所以你要观，你也可以从三十二相。一项一项慢慢观，啊，有也可以这个样子。那我们不知道三十二相，至少我们印象里面阿弥陀佛，你有印象。那如果有一轨有那个唐卡，那你就依着那个唐卡去观它，啊，眉毛啦，那个白毫啦，眼神、眼睛、鼻子，一样一样慢慢观。那观呢，最好在观它的同时，回应到你自己。我在观佛的嘴唇的时候，就想到我的嘴唇就跟我观的一样。那你如果能够这样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慢慢我们的样子，因为你透过观阿弥陀佛，你的样子也会一天一天改变。我们相没有定相，我们从小时候到现在，哪一天是一样的？随时在变哦，有的是越变越漂亮，越变越帅。有的是越变越丑，越变越棺材板，哎，那其实都是我们心所生哦，相由心生。所以整个佛法不是要去用什么相来判断你的好不好，而是你心里面跟那个相之间的运作啊，心生则种种法生嘛，心生则种种相生，由那个相来检验你那个心嘛，啊。那所以我们一样看到好的东西，你心情会好，因为这个好相，好的相就会勾引你好的种子出来，你就觉得心情好。这恶的相就勾出你不好的，所以里面跟外面其实是互动了。哪一个主，哪一个客，我们没有修的是外面的是主，你是客，你被净转。有修的是，我是主，相是客，我可以转进，啊，这样可以听，可以理解吧？啊，所以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绝对的，
也没有相对的，由相对的来显现绝对，由绝对来呈现相对，那绝对就是空，绝对不是有。你有这个就有那个，所以绝对不是有，绝对就是空。天底下唯一的绝对、唯一的实相、唯一的本体就是空。那这空，我们给它很多名字，啊，空如来藏啊，或者如那个真如啊，或者佛性、法性，给它很多名字，其实都是假名，但是所指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究竟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有所指、有所体会的时候，会随着你的理解，你的理解就是意识吧，随着你的理解现一个理解的相，啊，每一个人相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最重要，我们学东西最主要还是我们那一份心的转变，啊，心调好了，一切不能说心调好一切都调好，心调好是一切调好的根本，如果心没有调好，那一切都没有调好啊。那如果把一切搞定了，那心一定搞定了。你见什么相，心都很平稳、很如实、很喜悦，那这个老早这边就是问题，没有问题了。别人看起来会生气、会讨厌的，你看起来没有啊，我还是可以接纳他，他也蛮可爱的。这时候就你心已经调好了啊，所以我们越是着想，越可能就意识会比较坚固、比较琐碎，那就很容易就会有情绪啊，就很容易情绪。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那个习气，我们现在叫个性，他的个性、他的惯性。但是修行就是在调个性、调惯性啊，不要说修半天个性啊，惯性还是一模一样，那就代表没有调，也不是没有调，就根本的没有调到，可能在调一些表象而已，根本的没有调到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嘛，你说一个人很有智慧，就是他很明理吧，啊，有智慧这个人就很明理，什么东西都好谈啊，一个人固执就什么都很，不是说他是坏人，但就很难沟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反照到我们的五蕴，那个个性也在五蕴里面，那个事意识的惯性、想的惯性、行的惯性、对受的看法，这个其实都牵扯到个性啊。所以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譬如说个性如果比较强的，他的身体色所流露出来的相对的就比较没有那么流畅柔软，他也会显现在色，显现在色身上。所以个性可以说我们潜移默化的习气啊，它已经遍满你的身心了，要改当然很难了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本性就个性，本性不是我们在讲的佛性，也不是哲学里面在讲的本体本性，不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本性难移，是你的个性、你的习气难改变。但是我们又要知道，个性就是习气，习气是你的行为慢慢累积来的，怎么能改变？它能生就能灭，啊，它能熏习就能够慢慢把它去掉，啊，那靠什么来去掉？靠政治政见，靠止观，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佛学半天，既不止也不观，啊，止就是定力，你稳得下来，不容易生气，这个人就直。然后讲话不会飘来飘去，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自己都自相矛盾，不晓得在讲什么，那个就没有修止。有修止的他讲什么是什么，
那观呢就会把它讲得很清楚啊，那个就属于观啊。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你定不下来的，你其实也成就不了什么智慧，止不了，成不了智慧，成不了事啊。所以你若想成事，那要先修止，也就是你要很有智慧，很有效率，要先修专心。你的心都不专心，是散乱的，怎么可能有什么效率啊？三心两意的变来变去，怎么可能有效率啊？所以佛法不离世间觉，那个圣义地不离世俗地。如果世俗地不懂，不可能懂圣义地；如果懂圣义地，必然懂世俗地。那意思也就是你慢慢的懂世俗地，也会相对的慢慢的懂圣义地。你真懂了世俗地了，你就真懂究竟，就懂圣义地。那反过来依附也是这个样子，你对空性的道理懂一点点，你对事相的解析也会多一点点能耐。你越全分呢，你对世俗地里面全面的掌控也就更全然。所以这两个是不能独运啊，不能说我只要世俗地，我不要圣义地。哎，不是，世俗地里面就蕴含着圣义地的空性啊，圣义地就蕴含着世俗地的缘起，所以哎，也就有了，有里面含着空性，空性里面酝酿着有，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整体的，一点都不矛盾。但是如果我们着想，就开始对立矛盾了。只要有对立，通通来自执着。那执着呢，简单称就是不变，不变就是我啊。你执着什么，这时候就不能变，那个就是我执我见啊。所以我等于执着，我等于执着，不是不能没有我。当我不执着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存在就不是固执不讲道理啊，不是要否定掉这个我。所以我们修行其实借这个假我来修真，借假修真啊。这个为什么是假我？没有一时一刻一样的，你不能指称哪一个是我，你不能这样说哦，昨天的是我，今天不是你吗？今天是你，昨天不是你吗？时时刻刻都是你，也就你就借着时时刻刻呈现那一份假我的幻变，随时都随业力因缘在变。所以我是不是真正的存在，没有真正的我，但是每一个都代表你，你是一个很多多样的因缘所组成的一个假名的我，没有真正的我啊。真正我是那个不变的，而我们真正的不变的是你我都一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个无差别的东西啊。那我们当然有一种说法，这个东西就叫本性，就叫佛性，就叫如来藏，就叫清净的体性，清净的心，简约就称它为空跟明啊。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我们觉知到，知道了什么，才证明有我这个东西在啊。所以你为什么能够知道？因为你有明性。那为什么我找不到？因为你有空性，你本来就空的，那你本来就能够明清楚啊。所以这个叫空明，也就是我们本性。那不能说啊，空也掌握不到，明也不晓得是什么，但是你时时在用它，你无时无刻都在用它，用而不知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比较麻烦的地方。你譬如说我们现在每个都很健康嘛，你认为健康理所当然，但是你看那些生病的，还是你哪一天晚上睡觉姿势，因为睡得太熟，一觉起来哇，手不能动了，这时候你就知道能动不是那么必然，
能动是很大的福报，你 身心你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那是很大的福报，但是它不是必然哦，随时可以终止哦，随时可以停下来，所以我们还是要珍惜我们现在还能够很自在的运作我们的身心，多去做一些有用的事，多去熏习一些有用的想法观念啊，这个叫熏修。熏修呢，当然叫闻思修啊。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来讲，不要讲学佛啊，对我们生命的价值开创来讲，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你如果没有这个动机，你不会进步。但是单有这个动机，如果没有真正的方法，也改变不了。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越好越聪明，但是哪一个真的变好变聪明了？因为他不懂方法，他没有用对方法，不是他不愿意聪明啊。每一个只要是众生都想离苦得乐啊，那离苦呢一定要有智慧，做对了才不会痛苦啊，那有智慧才会做对吧。所以你要解脱痛苦还是要有智慧。刚刚已经谈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高的智慧，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那份空明。好，讲到这边，当你烦恼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办？当你烦恼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想要去对付它，但我们从来就不晓得烦恼是我们想错了，是因为有想才有烦恼。所以要没有烦恼极度简单，就顿然不想，烦恼不见，这个绝对不是鸵鸟心态，而是可以检验的。我在想他的时候我头好痛，我想那个时候心情很不好，你又顿然不想，那个头好痛心情不好到哪里去？它是依着你想错而存在，这时候你不想，它会寄托在什么上面？根本就没得寄托啊，没有了啊。那这么简单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不会用？因为我们真的不懂这个方法，也不相信这个方法，我们不相信这个方法。哎，想错想办法把它想对啊，问题你没有资粮想对啊，没有途径想对啊，那这时候不能转成对的时候，至少不要让它继续错啊，不继续错就把它切断嘛，用空跟明来对付它。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佛性的呢，我们只要闻过佛法，你马上可以有智慧的呢，问题是你要不要拿出来用，会不会用，那就看你了。好，我们继续来修我们的本尊了，最后一座的本尊了。那我们这一座就不起来绕佛了哈。将天地的心血把抓住中把养大把。做别上街永不把没啊恰恰肉。切都加速起舞，将本地的心血把扎中把养大把，祖辈上街共不把美呀恰恰喽，切都加速起舞，将本地的心血把扎中把养大把。祖辈上街永不把美呀恰恰喽，却都加速起我。Om Aayi Uri Re Re E Aay U Aw Am A Ga Ka Ga Ka Na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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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Da Tha Da Tha Na Da Tha Da Da Na Ba Pa Ba Ba Ma Ya Ra La Wa Xia Sa Sa Ha Ka Om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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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上恰有你若大也王八地马哈萨玛那耶娃哈嗯啊啊一一五五日日日日日日爱我哦嗯啊嘎卡嘎卡那恰恰恰恰那嘎卡嘎卡那嘎卡嘎卡那巴帕巴帕嘛呀啦啦哇沙沙沙哈叉嗡耶达玛嘿都巴巴哇嘿顿德萨达他卡多呀哇达德萨恰尤尼罗达伊王巴蒂玛哈沙玛那耶斯瓦哈嗡啊啊咿咿呜呜日日日日日耶爱呜哦嗯啊嘎卡嘎卡那恰恰恰恰那达他达他那达他达他那巴帕巴帕嘛呀啦啦哇下沙沙哈叉。Om Yeda Mahi Dura Bawa Hidun Desam Tata Kato Jawa Tat Desam Chayo Niro Da Evam Padi Mahasramana Yeswaha Namo Amitabaya Guru Deva Gakini知知等等佛果位，我因无助有情，常以思念去皈依，三宝佛陀法济身，智慧悲心一双云。勇猛精进威力中，愿与佛陀尊荣前，升起圆满菩提心，直至得等佛果位，我因与度诸有情。常以思念去皈依，三宝佛陀法济身，智慧悲心一双云，勇猛精进威力中，愿与佛陀尊荣前。升起圆满菩提心，直至得等佛果位，我因与度诸有情，常以思念去皈依，三宝佛陀法济身。智慧悲心一双云，勇猛精进威力中，愿与佛陀尊荣前，升起圆满菩提心。稍等持自己下。Om Svabhava Sta Sarva Dhamma Svabhava Stu Ham 一切法空于自性空中显现莲花净土，前方莲花月殿上无量光佛深红色，一面二倍等持印，托钵身着三法衣，金刚迦福座而坐，右为白色观自在，左为大力大势至，无量诸佛与菩萨，声闻罗汉众围绕，三位主尊之三处，三种子自放光明，
自极乐净作迎情。嗡啊哄，嗡啊哄，嗡啊哄，嗡阿弥达巴悉，班扎萨玛雅扎扎，哄棒呼迪斯达人阿迪不惑嗡哄咚嘿啊阿贝圣卡梦嗡班扎阿甘巴丁不是被杜贝阿尔给更的你为之沙达穆德拉阿哄哄与极乐土转法轮恒常慈悲是有情是云救度众生，你盏灯引无量光，诸尊身中放光之西方，从极乐土无量光波出。无量佛像，周满于法器，恰如玉像，悉闻于机身。阿弘，无量光佛身稀有。大悲观音大势至，无量诸佛与菩萨，转一千尘而寂静，其思于我身成就，加持人成无量光。我们对着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恳求阿弥陀佛给我们加持甘露，以甘露来降入我们的顶喉心脊四轮，那净化所有的一切业障，那增长我们一切的身与意功德事业的功德。南无阿弥达巴亚达他卡达亚达迦塔阿弥陀巴维阿弥达斯巴维阿弥达比格兰德阿弥达比格兰达嘎尼嘎嘎那提卡瑞苏阿哈南无阿弥达巴亚达他卡达亚达迦塔阿弥陀巴维阿弥达斯巴维阿弥达比格兰德阿弥达比格兰达嘎尼嘎嘎那提卡瑞苏阿哈南无阿弥达巴亚达他卡达亚达迦塔阿弥陀巴维阿弥达斯巴维阿弥达比格兰德阿弥达比格兰达嘎尼嘎嘎那提卡瑞苏阿哈南无阿弥达巴亚达他卡达亚达迦塔阿弥陀巴维阿弥达斯巴维阿弥达比格兰德阿弥达比格兰达嘎尼嘎嘎那提卡瑞苏阿哈南无阿弥达巴亚达他卡达亚达迦塔阿弥陀巴维阿弥达斯巴维阿弥达比格兰德阿弥达比格兰达嘎尼嘎嘎那提卡瑞苏阿哈南无阿弥达巴亚达他卡达亚达迦塔阿弥陀巴维阿弥达斯巴维阿弥达比格兰德阿弥达比格兰达嘎尼嘎嘎那提卡瑞苏阿哈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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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南无阿弥陀佛，耶达他达达耶达迦他，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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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耶达他达达耶达迦他，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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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南无阿弥陀佛，耶达他达达耶达迦他，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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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南无阿弥陀佛，耶达他达达耶达迦他，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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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耶达他达达耶达迦他，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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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接着观想，复次对生波切幻，化显波切幻身相，悉皆化光融己身，自身如虚空彩虹。也就这时候，你也就变成阿弥陀佛深红色，啊，这个身体呢，整个变成没有执碍，就是一片光，一个大能量。这是我们从我们的心轮啊，转动心轮啊，转动咒轮，上供下施啊。上供的时候，就从你的心放光啊，供养十方诸佛菩萨。那十方诸佛菩萨就回敬你，就加持你。所以第二句是由上，然后到你的心；第三句呢，下施六道有情。由心到六道众生，第四句就是六道众生又回供养你，就这样上下下上，啊啊！嗡阿弥达巴西，嗡阿弥达巴西，嗡阿弥达巴西，嗡阿弥达巴西。嗡阿弥达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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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itabha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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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itabha Shri
Om Amitabha S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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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itabha Shri这时候观想，啊，就随着这个细，就变成一条线，啊，变成一条光的线，红色的光线。那这条线呢，你可以无限的延伸，啊，到最后还是整个化入虚空。啊，这时候我们身心都不见了，没有我，没有我的身。就回到空明，那这份空明觉照到一切，啊，现观一切，啊，不是去想，不要再继续观想，这时候让心完全恢复到原来，啊，本来无一物的状态，啊，它可以涵容一切，可以显现一切，而没有拥有任何东西。就让一切自然的发生，你只要保持了了分明就好，不取不舍，不为所动，如如不动，又了了分明。嗯，这时候你就可以慢慢体会到，原来你跟色声香味触法都只不过是一种波动的传递，由那个物那个声音把波传到你的眼睛耳朵，然后传到你的心，啊，我们其实不是去拥有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而是领纳的它的影像，领纳的它的能量，领纳的它的波动。所以基本上一切物的存在对我们来讲都不是障碍，只有你把它以为它是什么，抓住了，执着了，它才变成障碍。打个比方，你走在路上，前面有一块石头或者一个尖尖的东西，那你知道，你知道当然就绕过去而已，它不会造成你的障碍，啊，你如果明知故犯，啊，我这不信邪，这个刺我踩下去不会有问题，那是你执着，你无知，啊，它存在不会造成你的障碍，是你的固执造成你的障碍。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心本来是空明极地的，也是空，空到可以含宇宙啊，变沙尘，通通可以含在你的心里面。但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做小了，我们执着，我们画地自限啊，那慢慢的就把。经营出一个又坚固又执着又不通人情的我，啊，其实本来你不是那个样子，当然你也可不是，你可以不是那个样子，
那你也可以有信心，我绝对不会是那个样子。啊，问题是有没有觉照？是不是确定自己可以这个样子？还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又随时又说我，问你你是谁？不知道啊，一讲话就我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很大的矛盾跟无明啊。这个一定要看到，然后慢慢看到了以后，你过去的我就被你看穿了，就骗不了你了。你若不去看穿他，他永远骗你，而且我们也永远相信他就是我，啊，这个要好好的处理，你才可能解脱，才可能改变你的业力，啊。好，我们慢慢。呼吸，啊，做深呼吸，让身心都回到正常的状态，就平常的我的状态。但是不要忘了，你的心里面是有阿弥陀的佛的，随时阿弥陀佛也都可以在你的顶上的，因为他是你的上师，所以在你顶上；因为他是你的本尊，所以在你身心里面；因为他是护法。空行，所以随时看着你的所有行为，啊，引导你所有行为，啊，保护你的所有行为。所以修本尊呢，就是慢慢这样潜移默化，慢慢的转化，那久而久之，你自然就有本尊的功德，啊，就跟本尊可以无二无别。但是在模仿、在要求的过程、在训练的过程，当然会有出入，会有矛盾。来慢慢慢慢融进去，慢慢贴进来，啊，慢慢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不断的这样子去疏通去体验。我想我们说要去极乐世界啦，什么那个都轻而易举，那个绝对不是吹牛，因为你只要懂得方法，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因为阿弥陀佛他开的那个门槛条件很低，啊，你只要真正的想去，就照他的条件去做就好。他不接你是他的罪过，你做不到是你的问题。但你如果做到了，他不接你，他自打嘴巴，啊，所以不用怕，我不用担心来世哈，啊，把这一次好好做，啊，好好修，你要去哪里都有条件。那当然要符合那边的条件，台大比如北女招生，那所有通通要 A 加加才能进去。那你要你其他都满分，就是一科啊少了几分还是进不去。他不是说你总分多少，而是每一个都要达到那个标准，只要一个没有，你其他多很多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每一个学校的标准不一样嘛，每一个学校标准不一样，那每一个佛的净土接纳众生的条件也不一样嘛，啊，那是他的愿心呐，这没有大小，是他的愿心，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就好像每个家都有一个家庭嘛，每个家的家庭家规都不一样嘛。啊，虽然每一个家都有家规，但是里面就是有犯规的吧。这家每一个都很好，就是一个很糟糕的，那也没办法，因缘如是啊，因缘如是啊。所以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所有事情轻松看待，不要太紧张，不要太坚持，就是紧张让我们身心不安，就坚持让我们身心次次长刺。你一坚持，你全身就很硬哦，啊，不仅仅身体硬而已哦，你的眼光、你的嘴巴都很硬哦，都瞪人家哦，讲出来的话都骂人哦。所以，你里面是什么，那散发出来就外面就是什么，这假不了，假不了。所以我们修行，当然重点在里面。重点如果弄好了，它散发出来自然是好的。所以修本尊最核心最扼要
就是你心里面的睡字，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我身体的心里面的那个阿弥陀佛的种子字，那个睡字，你只要随时想的睡字，不去阿弥陀佛那边是不可能的。意思也就是你到最后，当然从显教来讲，就是你要念十句阿弥陀佛，但是从密教来讲，你在临终的时候就只全部收摄到你心间的衰字，就跟衰字停融在一起，那就 必得往生阿弥陀佛的刹土啊。所以哪一个更简单，哎，我不知道。有些人念十句佛号比较简单，那有些人就一观想衰字，心静静的观想衰字比较简单，那不一定啊。所以每一个人会修什么，其实跟他的习，不能讲根气，我不喜欢讲根气啊，习气，跟他习气有关啊。我喜欢念的，喜欢念的，那你就念，就持咒也可以啊。念阿弥陀佛，嗡阿弥达巴，是都可以，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哈。不要说念这个跟那个不相应，念这个跟这个不相应，无二无别。所以你若在上供下施，你变成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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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一样，一样可以相应。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开放，因为方法一样，道理一样嘛，所以你用什么都一样。用什么都一样 啊，那你不能说南无阿弥陀佛一样啊，你是笨蛋也一样，不是吧？那心里那个就已经是不清净了，当然不一样嘛。那阿弥陀佛的那种威德力功德，六字洪名的功德力，跟嗡阿弥达巴系无二无别吧？啊，所以不能乱扯，不能乱扯，不能胡扯。常常有人胡扯什么？既然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那你做什么到最后都空，所以坏事干尽也一样可以解脱。听起来好像有点逻辑性啊，好像还有点道理，但是事实上完全没有道理，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所以不能乱推的啊，乱推你拿一个逻辑乱推，那是不如理的。一定要合乎那个条件啊！所以，其实我们修行就是要合乎条件，要有智慧的条件，要有慈悲的条件，还要把智慧、慈悲随时在当下运用，也就方便的条件。智慧懂得怎么做，慈悲有善的动机，有好的动机，方便把它做出来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体相用都具足。才不是讲空话嘛，啊，我智慧很高，啊，我很慈悲，就都没有做，啊，那做里面没有智慧，没有慈悲，那做出来都是笨蛋嘛，做出来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吧。你如果在做的时候里面有智慧，有慈悲，做出来一定都是善事吧，啊，那绝对累积功德啊，啊，好，我们，回到平常的身，然后对着阿弥陀佛来做祈请。哎妈吼，无量光佛身稀有，有车至尊观世音，坐车大一大势至无量诸佛菩萨饶，悉有无量智安乐，彼世界名为极乐。祈愿我等命中时，无为他取所阻断，面见彼佛阿弥陀，如是我法之持愿，祈祷十方佛菩萨，
加持我爱的实现。大嗲塔半天之牙阿瓦波达那耶娑哈，诸佛菩萨齐故念，二智圆满我随喜，三世所积诸善业，悉以供养三宝尊，愿诸佛法普传扬，善业回向有情众，愿诸众生皆成佛，悉具一切诸善根，唯愿自心得成熟，而障清净自良缘，长寿无边正无增，愿我此生等是地，一旦命中得随机，愿能往生极乐国，生意莲花开放时，即彼生愿成佛，乃至得证菩提果，愿以化身度有情。沙瓦孟嘎朗，这个一切就一切吉祥，一切圆满。就沙瓦孟嘎朗，一切吉祥圆满。好，最后我们回向，嗡啊呼呼，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修哪一段不太清楚的？回去都会修牢、哦、不要回去就还阿弥陀佛了，回去就阿弥陀佛，我回家了，拜拜。我们就是常常会开这个玩笑、哦、在佛前很虔恳，很诚信，那转个弯又回到原来的我。我们当不到这个样子，不是我们没有善根，我们习气重啊，这一转就忘了、啊、一转就忘了，那你要学到转哪一个方向都不会忘，时时我就是阿弥陀，所以我有充分的慈悲，充分的智慧，也随时愿意做对众生有饶益性的事，这个很重要啊，没有资粮撑不住的，你懂得再多，你是博士，你是专家，你没有资粮什么都不是，假如你理论很通，那做什么研究、啊、没有研究室，没有材料啊，你怎么玩啊，这个都是资粮啊，都条件了、啊、都是因缘了、啊，所以当然智慧最重要，没有智慧给你再多材料也没有用啊，但是你有智慧也要有材料啊，所以我们修行就是那个材料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去做，做对的事，对自己有利，对众生有利啊，真正的善是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也有好处，那对一半的呢，是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没什么好处，那对一半，那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有坏处，那不一定对，但是应该还是大一点，那反过来讲就刚好相反了，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有好处，当然 plus plus 两个 plus 啊，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有好处，没有好处，那至少自受用，还是加分，
但是如果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没有好处呢，那扣得大了，扣得大，因为众生总比你一个人多嘛，那量是不得了啊。啊，做一件坏事伤害不是只有你自己啊，哎，我们开个玩笑，你放个屁，不是只有你闻到，周遭人都闻到了，对不对？啊，周遭人都闻到了，那点个香也是一样，不是只有你闻到，每一个人都闻到。讲讲闲话啊，这次我们去不丹，那个国会的议长要走的时候，一个人送我们一束香。那天，昨天早上我把它点了，那真是好香。果然是国会议长送的东西，就不是一般。但是我想他可能很贵，可能很贵，就一分钱一分货。那当然物价水准不一样，他那边的100块啊，我们这边可能要多一点。我现在不是在讲币值，就那边100块的物资送到我们这边，可能300块都买不到。就好像我们在那边买那个茶啊，那在美国也有说网络上也有在卖，大概就乘以10哦，差不多乘以10啊。所以在去那边这次也没有买什么东西，大概每一个人都有买茶。那我们杨会长买比较多香，每一个人都有送香，因为只有他，我跟他有买到啊，其他人都不晓得要去哪里买啊，到时候跟喇嘛买，喇嘛买就大概2倍的价格。我讲喇嘛不是寺庙喇嘛，是那导游，那导游啊，所以我们出去玩买东西哈，不要跟导游买，一定都很贵，一定都很贵。他至少只能宰你一次了，你回去也不会去跟他要钱了，啊，所以这个也是生活的一个智慧。哎，你自己去，而且买东西要买到便宜的，当然要买同样的哦，同样的才有所谓便宜贵哦。你不能买同样说我买的比不同样说我买的比你便宜哦，那个不能比啊。要买相同的东西才有所谓买便宜买贵。那当然我们就要看店，那个店很朴实的，那个老板很朴实的，你买一定很那个就比较老实，不会差太多。一样我们买那个香在那边，譬如说200他们的钱，那几乎是乘以0.4吧，就80块就有了吧，啊，但是回来台湾买同样那个东西300块，80、300，差不多4倍吧，正常啊，他还要空运啊，还有什么，所以当然出去，我出去就很喜欢买跟佛教有关的东西。当然要是那边产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兴趣就是，到任何有佛教的国家，我都会去买佛书，买跟佛相关的东西，因为都不一样。即使看不懂，看漫画也好，看里面图案也好，啊，这个就是生命的一种乐趣了。学佛啊，学佛不要学得很呆板、很枯燥，因为佛是大圆满啊。佛是究竟圆满，怎么会呆板枯燥？佛是很活泼的，不要用那个呆板想要学佛，呆板学佛会学成呆板佛。如是因如是果啊，所以我们要学佛很重要，就是心随时要很开放、很柔软，不要抓得很紧。你学不上去，最主要就是抓太在意，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习气，什么东西都很在意。那这个就很难学佛。当然你要用心，那是对的，那个在意是用过心的，意识太强心太弱，不要用意识心太强，多用一点点，我们说心意识吧，心就是第八识了，
心也是我们的心的本来重要的。那意呢，是依这个而产生的我。那个事呢，是依这个意而产生的了别的作用。所以依心不依事，那这个不容易用，我们就依根不依事啊。因为根没有分别，是事才有分别。那我们看东西呢，根取境，眼睛看东西，耳朵听东西，其实是可以直接沟通的。眼睛看东西当然看到了，看清楚了，只是没有一个意思说这个叫这孔雀的羽毛啊，没有说这个是五色的布啊，不会按那个名，但是你都看到了，那个东西你都知道了，所以这个就用根不用事，这样才不会被事给误导啊。所以修行慢慢的善用你的五根，慎用你的意识，那随时把那个我执我见看穿看破，因为它没有道理，它没有道理。那如果能够外面这样子，这七个能够转的东西叫七转世，这七个能够转的东西都把它弄对了以后，八世一切 OK， 因为它照单全收，进去的通通是对的种子啊，通对的基因，以后制造出来的生命啊，还是行为啊，还是智慧方便，都会很妙，很善妙了啊。好，愿大家善妙增长。